青年节特别高啊！中华关各界嘛选出20多名106年社会优秀青年加大专优秀青年代表。这阵优秀的青年嘛，伫咧救国团中华团委会安排之下，专工来到这中华关议会参访，以及甲议长进行青年对谈交流。20多名社会优秀青年加大专优秀青年代表加关议会议长谢典林对话交流。救国团中华关团委会表示，青年是社会希望重要资产，选拔出优秀青年，传来议会甲议长座谈，分享经验，提供建议。青年人是我们社会的未来跟支柱，那我们期待透过这些优秀青年的表扬。能够透过议长的一个加持，让我们的这个优秀青年能够足以堪为我们所有各界的表率。关会议长讲，社会需要活力才当进步，为着永续发展，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才当薪火相传。我把我自己观察的一些社会现象然后分享给各位优秀青年听但是这也不是说我能想出什么解决方法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那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社会现象那这我只能就我观察的事实到底怎么样造成的？那我也不清楚小丁林强调，青年是国家未来希望，也是社会成长的动力，希望大家会当发挥影响力，带动社会来进步。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